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我现在在沙巴这里，这里是老街省的沙巴镇，然后我后面这里是沙巴镇的一个市场，这里每天的话会有很多那种少数民族，那种苗族啊、瑶族啊，他们会拿他们那些东西到这里来卖，水果啊、糯米饭啊，还有一些就是草药那些东西到这里来卖。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这是沙巴市场，然后这里面其实也没多少人，主要的话他们还是在外面那里卖。走哪边？进去这里。还要往那边走。等一下。然后这里有很多那种空的铺面，因为这里现在人还比较少，大部分游客都在往里 1.5 公里左右的那个教堂那里，有一个叫沙巴广场的地方。这里面人比较少，上面二楼的话还有一些商铺，都是那种卖衣服啊、卖工艺品，还有卖茶的都有。新加坡，然后穿过这里之后，那里有很多卖吃的，卖水果那些，还有卖菜。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对，然后这里两边是卖吃的，那种粉啊什么的。然后吃粉吗？还是？看一下那个狗肉，你上次吃的狗肉在哪边？你要吃吗？我感觉不好吃啊。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对啊，吃点粉吧，买点的。是啊，进去看一下这里有什么粉吧。他这里有鸡肉，还有鸡肠，看一下先。都是差不多。要吃什么？对面那里好像多选择一点看。他们这里有那个鸡肉，还有这是猪舌豆腐，这应该是猪杂。看一下还有鸡肉粉。要吃猪杂吗？这个不吃。猪杂粉不好吃吗？这个是鸡肉吧？鸡肉要吃这个是吧？好，this，这个吧，豆。这个吧。OK。它这里有好大的地方都是吃粉的，这只是一边，然后过到对面那一边也是一样的，大部分的都是一样的东西。这后面还有卖香蕉的，这一大串一大串的香蕉，是啊，这个香菜跟柠檬，你先吃吧，你先吃，是，这鸡肉粉是吧？这是沙巴的鸡肉粉，好，谢谢。这好多鸡肉，然后放了一点那个芽菜，还有竹笋，然后这里有很多那种香菜，还香菜跟薄荷，可以放在下面烫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多少钱呢？
多少钱？六十钱。就是三万一个是吧？看一下它，这个应该是肉丸，应该是猪肉丸，然后那个是牛肉，放在这里应该挺久了，这猪舌头。